Reuters. Yesterday, two US warships sailed through the. 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各别媒体的这种论调，流露出浓浓的西方中心论的味道。我看不出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与否与西方国家领导人与会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们并不一定总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对此千万不能想当然。 据报道，25日，中美俄三方举行了第二次阿富汗问题磋商，进行了开馆仪式，引发言人正式相关消息。另外，中方对至于西方国家，他们领导人能来与会，我们当然欢迎。他们的各界人士来与会，我们也欢迎。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都派出了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代表，出席了高峰论坛期间的不同的活动。据我所知， 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欧盟等都派出了领导人的高级代表与会，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一些西方媒体认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中方当时就宣布了扩大开放的举措，当时就有人说，这是为了应对来自美方的压力。 在去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方又宣布了一系列的扩大开放的举措。当时还有人说，这也是为了回应外界的关切。照此逻辑，难道中国40年改革开放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吗？40年前，中国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深刻把握做出的自主决定，不是因为什么外界的压力。40年后的今天，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同样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做出的自主的选择，也不是因为什么外界的关切。 六方会谈为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我们将会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会与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的成果，与更多的国家加强务实合作，来寻求互利共赢。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ohn Bolton said on Sunday that 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做出过。